一九九九年，由菲利克斯·赫尔格伦 （Felix Hergren） 和弗雷德里克·林德斯特罗姆 （Fredrik l i n d s t r o m 执导的瑞典喜剧电影的名字是《成人行为》（瑞典语：成人）。